我们今天来吃。今天带娜娜来洛阳市直接吃小吃。现在人确实多呀，娜娜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吃的。你吃这个。你想不想？我不想，你选吧，我要吃饭。这个里面什么馅儿的白的？糯米。啊，糯米要。要一个这个。这个什么呀？那个是山药冻。你不想？啊，我不要，我就要一个。不贵，12块，便宜。啊！再用我来支付，拿我手机支付那。生意收款12元。还买了喝的，我们来找个地方，现在人太多了，对吧？买兔子。兔子。兔子。啊，你说兔子？兔子，这是活兔子，不买了。家里有两只狗狗了，啰里摸里，好不好？走走走。20块钱的。那给娜娜买的小串儿，买了这么多小串儿。10块，原来家里啊。好吃吗？给我来一个。不要了啊！来，你好。对，我喜欢吃鸭肠，鸭肠吃什么？羊肉和鳗鱼十五。那不吃肠胃。鱿鱼10块钱一份。啊，鱿鱼。哎，你好，是二吗？谢谢。我也好。你喜欢啊？这两份确实也好吃。20串。一共15。辣椒吗？小串，小串。这边人比较少，对吧？还比较好。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那刚才吃那小肉串根本没吃不饱。这个锅贴怎么样？洛阳的锅贴。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好吃好吃。还有这个丸子汤，这也是我们洛阳特色丸子汤。对，丸子汤，尝尝。喝吧，没事儿，这里面有胡椒，对对对。怎么样？辣。辣是吧？吃不了啊。丸子吃一个。吃吧吃吧，没事儿，什么都要尝试一次。怎么样？这个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吃。好吃是吧？就汤太辣，有胡椒，因为我们洛阳这边的汤都放胡椒，是吧？这个不是辣椒，胡椒。对，这个粉应该爱吃。老婆，这个粉还可以吧？可以。这个粉丝，你不想吃饭？对。还有豆腐皮，我给你吃，给你吃。那你不吃？啊，你不吃？我吃。是不是有点辣？嗯，一点点辣。一点点辣是吧？那行，一点辣拿过来吧，我吃。那我们就点了一碗这个丸子汤，还有一份锅贴，就是为了等会儿吃更多了，是不是娜娜？对对对，嗯，还是娜娜比较喜欢吃带馅的锅贴。你刚才不是说辣吗？现在不辣了。今天呢？老婆，那吃饱了没？我没饱，那我们继续吃别的，好吧？走。嗯。好了，继续吃。吃饱为止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鸡翅包饭，那还没吃饱。来一个，稍等，快好了。过过。我一天都这样。老婆，尝一尝。我的。对，热的。怎么样？这里面是有米饭的。鸡翅包饭。人现在已经少了很多，刚才人更多，是不是娜娜？是的。嗯。我也想啊。哎，老婆，我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已经点了，要等一下，不要着急。不辣的，我跟他说了。不着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这个还没好吗？马上好了啊！不要辣椒啊！已经十点了，还是这么多？我们要回家。回家，吃饱了，我还没吃饱了，我还要吃。回家睡觉。回家睡觉，不困不困，还太早了。吃睡觉。吃饭睡觉是吧？好的。来，这是不辣的，来给你。好，谢谢。这个一盘多少钱？这个大不大？这个是比刚才那个小串的好好多了。吃吧吃吧，这个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你想不想？我也尝一个。Big girl。哎呀，不要！不是，你不是猪。还想吃什么？不想了，饱了。好，我再去吃点别的，好不好？你陪我再吃点别的。我多喜欢吃的。喜欢这个？这都是手工的，是吧？那你挑吧，快点挑，我的面马上就好了。你喜欢这个哈？你要两对黑的？就是一对，左边一个，右边。啊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耳朵啊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可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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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付款吧，快点快点，我的面买上好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十块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对，我还在用我的脸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吃面吃面吃面，面好了。谢谢。尝一尝。你吃。你可以尝一尝。牛杂面是我的最爱。什么都要尝试一下。哎。可爱可爱可爱。吃面没事，你不吃牛杂可以吃面。好吃啊，刚才还不想吃汤。好是吗？那来吧，给我了，你就尝一尝。你不是不爱吃牛杂吗？你要吃吃吃吃。两只啦。哎呀，老公好吃吗？好吃不好吃？嗯，牛杂面真好吃。好吃好吃，我买的。喜欢吃牛杂对不对？我不喜，我不喜欢。对啊，那面还可以，但是他不能吃牛杂，我爱吃牛杂。哎呀，老公。今天我们很多吃的。对，我们今天吃了很多小吃。娜娜，你喜欢吃小吃吗？我喜欢吃。小吃啊，那我们还来不来？我们今天来吃。好啊，这个容易满足，小吃多便宜的是吧？好了，那我就吃我们最后一碗牛杂面了。吃完了，我们就回家了，是吧？等会儿吃完这个回家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很冷，对吧？很冷，很冷。那真是很冷，但是今天人还是很多，已经快11点了，大家看还是很多人啊，看来真是。小吃的魅力是不是？小吃棒棒棒棒棒棒，好棒哈！棒棒，好，那我就安心吃我的牛杂面了。可爱可爱可爱！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